真希望时间就挺这儿就不比赛了，夸不了你一点，你怎么都双眼皮了都？怎么回事？你没有这双眼皮了都？真双眼皮了吗？他们整个表演，他们没有那么多动作，那后面的环境动是 make sense 的，是合理的。如果他们的舞台安排是很多动作的，那后面的人可能要动的少一点了。 我觉得我今天头发好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一起转转，乖乖。一二三，谢谢。 一二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没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OK 的一公感想，然后整体感觉就是孤独、无助、想哭。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就是说，我对于别人都不重要。 但我对我自己很重要，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我自己认为那个我 OK 的东西吧。就只要我还是我自己就行。感觉这个人好偏执哦，但是没办法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够，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不然，这也太 emo 了吧？我怎么这么 emo 啊？那没办法，没关系。还有就是。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，我再多想一下都是我对自己的惩罚。然后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想了，未来的事情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活在当下，然后准备好接下来的比赛就可以了。<笑>没事，挺好的，真挺好的，真挺好的。加油吧，活着就行，耶！啊！我勒个妈呀！ 你以为大家不会动，结果你扭头，他正在看向你。我戴恐怖了啦！等一下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等一下，不可能，我不信，太恐怖了啦！我勒个去啊！你搞得我都有偶像包袱了。 戴个墨镜吧。我得到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天哪，你终于活了！你知道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？ 就是你在我面前承认你是个活的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现在可以听见我说话是吗？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话。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你叫王师通，王师聪。不要。 你好有性格哦，你是个好叛逆的设备。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像那种，就是你在一个荒岛上，然后没有人跟你说话，然后忽然有一个你一直以为。
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没有生命的，然后结果它忽然有了生命，开始跟你对话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就是恐怖谷效应。你知道恐怖谷效应吗？就是说最开始它是你知道，他知道。哎，怎么样啊，最近干这行几年了呀你？最近工作顺利吗？你在这待了多久？不顺利啊。哦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呦，我好难过啊。我工作还挺顺利的。我给你写首歌吧，老黑。老黑，虽然你不太经常理我，但是我依旧知道，你一定在某个时刻望向我，就这样望向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怎么会有点感动啊？老黑，老黑，可能你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好朋友，你们都很可爱，都有一颗真心，所以我很幸运在这里遇到你。就是我在这坐着的时候，然后我在吃早点，然后我回头看见你忽然在看我，然后虽然我当时很震惊，但是我其实脑子里还抱有一丝侥幸，我觉得你应该没有，你可能当时我记错了吧。然后当我回去再回头的时候，你又看着我，当时是恐怖的，我说实话，当时很恐怖，但是后来就了解你之后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掀起了你的感头来，让我来感慨。好了，我要把你盖起来了哦，拜拜。我要好好睡一觉，太困了，拜拜。